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，可是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。全部人都以为我只是在开玩笑，可是我今天真的要很认真跟我老婆求婚，然后现在很紧张啊。现在是12:45，我的计划一切是在3点的时候开始，所以希望一切顺利啦。OK， 现在气球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要去冲凉、泡美美、喷香香，去接我老婆了。就是我渴望的未来，有的事情你我不能再等待。感觉对了，有些。OK， 头发弄好，我们去拿东西啊，走。出来。先拿去修，这边。包容和忍耐，一直给我依赖。你就是我渴望的未来。有的事情你我不。两岁，大大个的。感觉对了，有些话要说出来。头发有没有乱？有没有乱看啊？紧张吗？还好啦，其实只是要我躲起来也难啊，这样子。在一起9年多了，将近10年了。这10年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，可是我很幸运，我有一个很好女朋友，一直照顾我，一直关心我。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你也没有抛弃我。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，我会选这一天，是要让你的朋友还有我的兄弟知道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真的很认真要娶你过门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一切，我希望你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会很难忘。我爱你。请你把你的幸福交给我。你就要讲，语言嫁给我吗？我要特别一点，嫁给我。我们在等点头。怎么是他们等？我不是你等。我在等待着你哦。那不错啊，快点啊！你不要啦，我们在等呗。我们先拜哦。OK 好吗 ？OK 啦。我很前面啦。
爸爸，哎，我爸爸呢？有，我的爸爸呢？喂喂喂，有，我的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啊，白头到老啊，啊，早生贵子啊！祝他百年好合啊，然后讲讲哎，生一打孩子啊，足球队啊，加油队啊，努力做人。重点拍啊，不走给他们就好哦。不是你们，他们两个就好。啊，太狠了，脱下来，太狠了，脱下来。没有。应该 OK 啊，应该是 OK， 不准说了哈。就可以，应该是可以了，两个啊，就快点去结婚了咯，然后生孩子做兄弟了咯，就生子了咯，应该是没有关系了哈。你们是不是很爱你们？啊，对对，爱是不是很爱我们？对对，是啊，我很爱姑爹，我真的很爱姑爹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OK， 没有啊 ？OK， 下一个。老大，我不要讲过嘞，就等明年红包给大一点嘞。啊，就是这样啦。啊，再快！在旁边开花没有啦 ，OK 啦，就恭喜你们两个，久了啦，应该是从我们风吹到现在，不错啊，你们的风兔，风兔后半，我是假假忘记的，是风兔 ，OK？ 一起愚人节啊，恭喜你们啦！嗯，我要讲他讲完了，他代表就可以了，恭喜恭喜！很好笑哎，杰哥你在这里要拍空气耶，杰哥。我们就祝福他们就好啦。啊，早生贵子哦。啊，早生贵子。子孙满堂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算吗？你可以吗 ？OK 啦 ，OK 啦，来，结婚，恭喜，恭喜啊！我双胞胎弟弟，失散多年，跟猫仔找到了啊！老板，快快，恭喜你，终于到你了，好，几十到你，到我，好几年了 ，record 啊，证据啊 ，OK on， 我不懂要讲什么嘞。早生贵子哦，明年红包要包我大大就好哦，就这样简单了哈。一生生双胞胎啊，不要不要，龙凤胎比较好吧？好 ，OK OK， 就是这样了。你们安排咯。哎，什么？他们安排我安排？哦，谢谢谢谢他的安排，你们的配合。谢谢谢谢，还有谢谢我，谢谢我爸爸妈妈，谢谢嗯，还有谢谢我，谢谢我。是啊，被你们吹到也是闲聊啦，是时候啦，是时候啦。哇，我真的是很谢谢我兄弟啊，还有他的，还有我老婆的朋友啦，然后还有我的朋友，真的是很谢谢他们今天抽空不要陪家人来帮我做这种傻事啊。虽然啊不会啦，虽然今天是愚人节，可是这个是认真的，那个是认真的。OK。Thank you.